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十月二三，公司暗时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今日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台电各传出刚刚意外，今日早起十二点半左右，一台转盘的机器按盘房车顶头出落来，带着另外一台修理车。春天现在开花，樱花即马拢开啊！专家认为可能是进前风台扫掉树叶啊，樱花过就是冬天过去啊，提前开花。有旅客参加俗家香港旅游团，因为买物件叫粉红拍死，即马嘛引起对俗家旅游的讨论。今日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台电阁传出港岸的意外。这是今日早起十一点半左右，一台大型的拖板车载着这酸炭的机器，按高雄码头要送到大拿埔的电厂，结果七十二栋的这酸煤机哦，这煤气按这顶头车顶头出落来，对边。边啊一台停伫咧遐个修理车，好佳哉哦，车顶无人，无人受伤。真大的台煤气就踩伫厂区内底车道，建设修理车被叠加密密麻麻，敢那村车头通伫外口。因为迄路无平啊，崎岖啊，崎岖点，啊伊硬要塞着，拢屁股。这个工人去当中就徛在伫案发现场不到三十公尺的所在，转天看到规个过程，加在修理车内底波动。听讲台电又阁发生港岸意外，当地里长也赶一条赶来现场关心。这不是火车，是轿车诶，怎弄出来？啊，第四人诶。这个意外是发生在早起十点半，一台大型班车载着台煤气为高雄北头，被早起大南部电厂的热火机火顶房，因为路边有关节叉，甲控制水平又压根电柱坏损害，造成台煤气为车顶起倒出落去。那个东西七十二吨嘛，那这个高度哦大概有六米多，所以说它那个重心哦变蛮高的。那因为倾往一边倾斜的时候，它那个水平分离太大，那原来固定的那些链条啦，那些链条吊车根本说拉不住。这个台煤气当七十二栋，未叫去车顶，工程真大，有够吃力。台电车大吊车全力抢救，希望当赶紧恢复正常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关键来关心哦，咱台湾有七个县市三万六千户去用到用盐做的水供的自来水供，引起民众即马拢真惊吓，敢会食到这盐水？行政院长莫迪国今日表示讲，伊已经要求自来水公司要全面换供，必要的时会当动用第二预备金。沿着水管引发民众用水疑虑继续烧，因为关心民众到底啉偌久的沿管毒水，政府是不是有具体做法，什么时阵才要进行换水管？我已经要求这个自来水公司啊，即刻来推动汰换管线的工作。那计划什么时候会做好？他们这个我要他尽快把计划做好，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一定会启动这个工作。要立委要求行政院动用第二预备金，赶紧全面来换沿管。莫迪国为市政府留表示，必要时阵会使用。所以确定用第二预备金。然后这个经费的问题，当然就是说第二预备金是最后的依靠了啊。我想我们必要的时候就会用它啊。那所以时程上就是最快时程上，因为这个究竟范围有多大啊？然后这个户数有多少等等，我想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规划。另外，国民党团也要求台北自来水处换沿管时间延为三年，减少加一年半。啊，不过北水处回应，台北市主河工线进北难度较悬，啊，不过确实查到有路段超过百支沿管，得优先来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日是到新店，嘛到传统的龙溪会。水利会才系统去拜会，方解脱哦是伫咱国民党的条仔卡。蔡英文伊是回应，这是党国时代的思想。即马呢，民进党是要来提出政策，寻求这团体的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23号连续拜访新店农田水利会、农会甲渔会，正在有国民党一个会长、理事长也拢表态，大话蔡英文当选。新竹市农会理事长陈春贵哥两届表态支持蔡英文当选，多边的气氛真高。我祝我们主席高票当选，不但可能来邓火仪农民兄弟拢继续来个，即个蔡主席支持，顺利当选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好不好？好。媒体解读蔡英文签字可能看作是国民党传统组织农协会办条卡，蔡英文否认这种讲法，强调那是党国时代思维。所谓的这个农会或者是水利会系统，都是国民党的这种
也是一个党国时代留下来的这些想法嘛，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也去新竹国条卡，加国农会干部座谈，串门是继续参拜新竹的庙宇。朱立伦算是被国会改革是针对郭建平代言，蔡英文除了听郭建平及批评国民党已经执政八年将阿多数失处，起码这公怀可能错乱。朱主席也做主席做了一阵子了，前段时间也没听他说要来改革，当了候选人反而在说这个问题。另外，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听讲朱立伦加蔡英文的票数差距仅仅50万票，蔡英文强调，这甲民进党了解的有一段差距，也继续关心公投备案什么消息，未来顺利执政，也争取国会改革专机。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今日嘛是到新竹，访问到讲哦，敢是因为烦恼蔡英文来办跳啊卡，所以赶紧来新竹。朱立伦讲哦，这并无上班上的跳啊卡，真侪民进党的好朋友，甲国民党的关系嘛拢真好。来到新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用客气甲民众小酒门为新竹市东区立委提名人戴正钦徛台，再度宣示国会改革决心。特别对手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文后边，今日刚刚来到新竹，由几啊十位地方大家农业会代表欢迎众多乡士，快出什么够跳啊卡？没有谁是谁的庄啦啊，就是说我们今天都来拜访新竹地区，让很多支持原来支持民进党的好朋友也跟我们互动的很。热烈。朱立伦虽然公布四人班、四人跳开问题，也唔过伊伫公布这部表示，伊参选是要让台湾人民有加一个选择，唔是干那多伫选连战前拢公布清楚候选人，镜头并开始向蔡英文。针对报纸里发言的王金平指出，朱立伦加蔡英文干那差50万票，朱立伦讲这更加爱加油。王院长因为他对选举都是比较务实性的了解基层啊，他的评估我想也是值得参考，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可能距离蔡主席还有非常的还有很远的一段，因为他已经努力了那么长的时间。50万票就是你们报纸都这么写啊，所以既然大家有这样一个看法的话，国民党当然要更加努力啊。但是选情是的确比较乐观，当然比较起色。朱立伦这个就外行程会继续往中部行，拜访地方基层加青年座谈，积极下乡，被回访对手一步一步抢票。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朱立伦拢伫咧新竹抢选票。国民党嘅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为着防止家己防变烟化嘅危机，伊是规工伫咧苗栗抢客家嘅选票。伊是批评国民党伫咧选前三个月换人选总统，根本是甲总统即个职务遮尔重要嘅位当作囡仔耍共款。支持者热情欢迎，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甲每一双手一条条，行去林群甲苗栗乡亲博感情，规工伫苗栗行透透。热情观众薄海平甲地方大佬陈添祥的陪伴之下，宋楚瑜以细行座谈会方式，强调要行去林群，而且当外界提起，立法院长王金平指出，主差两人差距已经达到50万票，宋楚瑜无法度震动。所有的客家乡，他们都去过吗？他们对于过去曾经留下任何的这些政绩吗？有帮客家的乡亲去解决过问题吗？强调会用经验加执行力来争取选民的认同。宋楚瑜强调，家己省长经历才当解决即马台湾的问题。另外提起介高雄北派台中欧派大脑跟情标，前一天出兵为朱立伦徛台。宋楚瑜表示，被影响竞选步调，也毋过提起国民党选前三个月定情换将。宋楚瑜批评，即敢若伫变囡仔戏。三个多月以前，大家看到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名了一位候选人，把总统的这样子一个重要的职务好像当作儿戏一样的，你怎么可以随便提一个人，然后又随便的就把他又换掉了。一早起，除了走山线，下晡也来到海线通宵。英伦在新竹激烈的对决，宋楚瑜防止被变烟化危机，全力抢攻客家选票，坚持用自己步调，被唤起客家族群的支持度。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消息，咱来关心哦。当年春天才会开花的樱花，即马才十月份尔，是拢已经开个水当当。专家认为，这可能甲进前哦，小连山风太来扫掉树叶啊。樱花哦，就是讲冬天过去啊，才会提前开花。一蕊一蕊北中樱，开个是非常的美丽。这一地山坎超过一十丛的樱花树已经开到满满满，台中新社区几个所在樱花拢亲像安尼。原本是东北初春才开花的樱花，今年却提早伫十月底就开花，当地民众也从来唔捌拄过安尼状况。以前台风也较早，因为伊花苞要未花苞，所以伊就未开嘛，安尼啦。哦，哎，今年因为台风拄拄啊是伊已经。结花苞啊，所以无叶伊就开出来。樱花提早开，也个民众停车落来翕相。是有专家认为，应该是今年苏迪勒风台、杜冠风台连续来台湾，强风大雨将樱花树啊、叶啊拍掉，也就是吹断树枝为了生存，才提早开花。很多植物为了就是那个受到干扰之后，它为了让那个传宗接代，所以它会提早开花。好，那你说大片，其实就整个生态来讲。合理的去解释啊，不是什么气候变迁也不是。台中新社地每年一月份都会举办樱花节，不过今年樱花提早开，民众烦恼等到明年樱花季可能无花通欣赏。专家表示，花也是开，不过可能无法度亲像往年同款开到遐尼满。记者综合报道。消防警官除了救灾哦，嘛还要帮，也要帮人生计。这今日透早五点过，桃园的消防局哦接到通报，讲有人要生啊，赶紧要叫救护车。赶到现场哦，无到两分钟就生啊，好佳哉，一切顺利，我囝拢平安。消防员甲圣乔古林堂一个月怀中的查甫婴仔，赶紧送去病院。二十三号透早五点过，通知消防局大南分队接到急诊通报。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阵，发现古林堂用水泼去，查甫婴仔头壳已经出来呀。虽然无接生的经验，不过消防员也是真厉害，不到两分钟就顺利接生。下单位到现在，我是第一次遇到急产这个状况，然后也是蛮紧急的啊。那时候也是想，就也是想到救护训练那时候教到的一些要诀，这样，然后再把它应用上去。十步婴儿出事了后，救护人员第一时间先用急救清除鼻啊、甲嘴的分泌物。苹果外观穿开血循环都稳定正常了后，用毯啊包掉的鼻边室温，上尾用救护车甲肾衰竭人等波仔送病院做后续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台东，台东的东海岸三湾的河溪区，经过浙江的保育哦，即马海中的鱼拢唔惊人，会当哦挖进去饲鱼。不过说发生哦有旅游团伫遐掠鱼，甚至钓鱼啊。台东的海巡表示，卡苏哦搁掠到，连导游要做会发。台东东海岸三湾河溪区，规工拢游客伫海中步道饲鱼啊，鱼啊一概跳出水面，予游客惊一跳。也毋过，总是有一寡好奇游客趁伫海中饲鱼的时阵，伸手去抓鱼啊、捕鱼啊。河溪区浙江已经设置过不少旅行团的游客到海甲鱼啊掠起生的事件，也毋过也是不少鱼啊不幸死亡。哦，他是用手直接这样去抓他哈，啊就把他的手，就说把鱼就有捞起来的。浙江讲导游应该负责约束游客生鱼的行为，也不过也是有部分导游唔能够约束，佮提出领队机和游客做鱼钓啊来钓鱼呀。保育区的观念，竟然导游不晓得，还会用这一个动作给他们的游客娱乐，这样我感觉是很不好的。台东环顺拜台队讲，依照渔业法第十五条规定，违反保育规定，罚3万到15万的罚款。目前有一件旅行团游客违反河溪区保育规定，导游可能含上台东地检署处罚案底。导游确实负相当大的责任，那他有义务要去约束他的团员，不要做出违法的行为。保育局刚讲，即马逐个月平均拢500人次来遮旅游，旅行团的破坏力上强，呼吁导游爱开始负起责任，唔好各个团员都害得起啊来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长高文铁个上任了后，几啊届提出主体政策，洪焕这是伊是支持打房的。不过今日伊伫议会报告时，伊强调伊无要打房，因为黑白打房哦，影子也那是倒去咱台湾嘛会去了了。
市长厝价贵松松，台北市长郭文鼎上任了后，不提出买第二栋厝未用的贷款，即人有厝超过二十平，就要加当扣房屋税。即个政策可能看作郭文鼎被打压厝价，也毋过向议会报告主体政策时阵强调，伊是被打压，打压厝价会互因建业倒去，贷款会去了了。我们如何让房价不要再涨？就这样。但是不要想要去打房，一打房下去，我跟你讲，整个台湾的产业大概后面就没有几个产业了，所以这个营造业再垮掉会完蛋。郭文鼎认为，营建业是台湾重要产业，若是处理不好，势恐将引起经济风暴。也不过，最近学者认为，郭团队部做好功课，问题并不遐尼严重。这几年在房价高涨的过程底下，其实房地产的产值占 GDP 的产值的比例还是降低的。一般的概念是说，房价大概在跌在三成之内，其实金融机构都可以很正常的运作下去，都还可以承担得起。学者指出，不动产业一向不是台湾经济火车头。研究调查也显示，出街头三成内金融机构可以当承担。另外，营建业的营收比重七成以上拢来自公共工程。政府应该为如何好房地产产业对总体经济有贡献的方向，来制定合理正确产业政策，不是变作炒房搭啊出价争论中。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的健保财务稳定，包括工商团体在内有十八个健保会委员，就联署要求，希望让调降健保费的费率。不过今日健保会开会，经过六点多钟的讨论，最后因为意见不同，并无达成共识。健保费率到底是不是要调降？健保署拜五召开费率审议前意见咨询会议，结果有工商团体等十八委员联署提案要求，将健保费率为现行的4.91%调降为4.11%。按过健保署首先表达反对立场，强调为求健保财务稳定，建议费率应该维持现状。要调涨费率是超级困难，而且超级的政治啊。所以我想站在一个行政单位的立场，我完全可以体谅他们为什么这样提。因为一旦健保实施了后，费率为5.17%降为4.91%，并采取收支联动机制，同时增加补充保费费率2%。健保署认为，卡住费率阁降为4.11%，以30,000元上班族为例，每个月薪应减了45,000元。按过以明年起调降平均管口数，加上分管分配健保比率调降，加爱组药费将回归健保给付顶，那按算起来，每年至少得收122亿，健保可能真紧就会出现了红字。趁健保有盈余的时候，是不是先回到加户总所得单一费率的基础上，再来去收支联动合理的计算，该升就升，该降就降，随着类似像油价公式的方式去计算，这样比较公平了。健保会主会邓秀霞表示，这场会议正反意见拢有无共识，所以会中要求健保署提出平衡费率机制甲标准，以无共款费率来试算五年安全准备金。等下一摆11月底健保会阁开会时，才确定费率是毋是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今日证实，去年金马奖终身新旧奖得奖人资深的演员田丰，前几天提在香港过身，享受87岁。我等了你半个世纪了。我就5岁开始接触戏剧，从那开始终生喜爱戏剧。台湾培植了我，让我有一个很好的表演的工作能力。这是资深的演员田丰，伫咧去年金马奖摕到终身成就奖时的画面。我看作是电影界万能的配角的演员田丰，伫咧60年代去香港发展真成功，回来台湾演出8点档的连续剧《星星知我心》，还佫有真侪部电影甲电视剧内底哦，伊拢演阿公哦，嘛互人叫做是国民爷爷。60年的表演的生涯当中，有演出300多部的作品。赶紧来看，国防部今年呢是搁一届甲 Discovery 合作，翕咱台湾特战部队第二部的纪录片，包括海军陆战队的黑衣部队，甲陆军的神龙小组严格的训练过程，伫今日首映，咱赶紧来看。
海军陆战队的特勤队，佮合作黑衣部队，因的擒拿术的表演是代表训练上好的表现。另外，陆军的特勤队同款，每一个人拢身手真好。你以为来这边撑板凳就可以上飞机跳伞？可能告诉你错了。Discovery 频道今年搁在跟国防部合作，推出台湾特种部队第二集，锁定黑衣部队跟神龙小组的严格训练。国防部嘛配合在三天的特战部队体验店当中推出三军妖怪舞，好小朋友真欢喜。台湾特种部队第二集的首映会，总统马英九也出席，伊嘛俄罗斯军的特战部队训练真好。在陆战队受训的时候，长官要我们永远记住：一日陆战队，终身陆战队。受了两个礼拜的训，就有学员说：“我的天，一日陆战队，终身掉眼泪。”等到过了一个月，哎，感觉到体力有进步。三个月下来，有人就说：“天哪，我做梦都不会想到。”我还能一口气跑完5000公尺。马总统马俄勒地震部队过去在海内外各种竞赛的好成绩，公司也推销募兵制，鼓励并且欢迎优质青年，会当投身国军，报效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中国有一个男性的游客，进前开哦无到1600块新台票价，介绍这么俗的介绍，去参加三天两夜香港、澳门的旅游团，这亲像是因为买物件纠纷，伫咧香港被拍死。这案件嘛，搁一届引起中国甲香港对着这俗价旅游团的争议。到香港佚佗一定爱设计买物件，啊，不过即卖却传出中国游客到香港旅游，却因为买物件纠纷被人拍死。我哋唔清晰發生咩事，咁所有嘅事情已經交俾警方。所以你哋咪要問警方咯。西蒙是54岁姓苗，十波人是透过深圳一间旅行社，以私报名零付团费，港澳三天两夜旅游，以300块人民币，差不多新台币1530块出发。在香港红磡的珠宝店内底，港团女同事好像情无关意买物件，甲女领队起冲突，死者在调停过程中，遭到另外一个中国旅行团的香港导游、中国领队拍甲昏迷送医了后，20号再起不治。警方随后逮捕涉嫌死的人，并且在22号。将四人带回珠宝店，目击案发的过程。最严重的当然个旅行社可以停了他们的牌照啦，那个导游可以没有他们的，也可以停了他们的带游证啦。那个店铺我们可以就严肃可以处理，就是不给旅行团带团去了。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才能可以处理这种事情的。过去5年，香港都曾经发生真一件中国游客参加零付团费旅游，却在香港遭到强制买物件冲突。香港当局也因此规定，旅行社袂当以比成本较低介绍向中国旅行社报价接业务，暗个游玩真歹风气。这事件还佫引发中港网友的战争，互特首梁振英考虑设立监管局。在我们成立这个监管局之前，亦都应该高度自律，因为过去出的问题实在多，有些事情发生了，你由一个监管局或者由一个执法机关你都去执法，但是对香港的形象那个损害就已经形成了。这次事件，中国旅行社无申请有高价旅行团和香港天马旅行社带领，赶紧要对查双方的文件是不是伪造违法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纽约市区鸟鼠四处走，这今年以来哦，纽约市政府已经接到24000多件市民的投诉。虽然当地政府讲，因嘛已经投入290万美金要来抓鸟鼠，不过哦，民众也是怨叹讲哦，鸟鼠有够多。公园内底飞出出的鸟鼠啊，真正有够猖獗的，伫树下走来走去，敢那伫办 party。就算讲公园内底坐几百人也唔惊，就那伫因边头前是计走总，充满根本气势鸟叫像包养着，严格鸟鼠是无欢迎。今年以来，几乎接到市民怨叹鸟鼠性侵的申诉案件超过24000件，已经比去年20000通的总数搁较济。I'm a lifelong New Yorker, and I've never seen it this bad.The rats are taking over. They're on the subways, on the platforms. We've got pizza rat. We've got rats everywhere you turn. 纽约市卫生局解释，鸟鼠变多是因为市府去年新设的手机啊申诉 APP， 让申诉报案变更加简单。有关当局已经投入290万美金来处理，要将鸟鼠从公园、地铁、甲下水道彻底消灭。不过市民有关是有话要讲。
I mean, I think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the sanitation department. They don't pick up the garbage and they leave the streets, you know, ripe for, you know, for rats to be around. I think, well, they put some traps, but I don't know if they're working on. I mean, if they really check the traps very often, or, I mean, not traps, also like a poison,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they put in it. But I guess so. I think they need to put more attention on this because it's a lot. 去年保守统计显示，两条吊车达到200,000只，主要原因是卫生清洁工作无体贴落实。香港为虾米乌白等食物，让吊车愈来愈多，恐惊民众要吃点。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咱来看明仔各地温度。咱先来关心一个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高28度。中部的温度23度到30度，南部的温度24度到31度，东部的温度23度到29度，外岛22度到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暗时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同这时间咱再会。没有肇事，而且他已经有去进行所谓的酒瘾治疗的一个情况，取得诊断证明书，本署才会在这样的一个例外情形下去考量可不可以一颗罚金。因为这里面会牵涉到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他近期约跟他生效会有一段距离，那这个会有时空转变，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在积极研究中，要避免这种弊端产生的。大家用所有党代表的一个共识，然后投票，那投票当中也是记名的，然后最后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想这个通通都是可以摊在阳光下。我觉得这个拔庄固庄啊，都是老的观念啊，尤其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农会或者是水利会系统，都是国民党的这种，也是一个党国时代留下来的这些想法。画其实他自己有他的生命。这是一条充满争议的道路，它将穿越921断层带，穿过自来水水源保护区，还要征收农地与果园。这一条道路却也是政治人物最想摆平的，不论蓝绿都极力争取。90亿的建设势在必行，环评卡关，分段也可以。10月26日星期一晚间10点，公视我们的导播出一条道路两种环评。受制于，在这里埋没自己，你知道吗？